hello hello， 熊猫呵呵，你好你好，格雷奈奇库，初次见面也好忐忑，好在我们都是黑白色。hello hello， 熊猫呵呵，你好你好，格雷奈奇库，一个你呀加一个我。鼠第29集，小种子的旅行。呵呵，你吃西瓜都不吐籽吗？西瓜籽？我都直接咽下去了。你不怕肚子里长出西瓜吗？肚子里长西瓜，那怎么可能？说的是呢。不可能啦。肚子里长西瓜，哈哈，那怎么可能？怎么可？好饱啊！肚子在动，我的肚子！我动不了了，我动不了了，我动不了了！会看呐，可能啊，也是个吃西瓜不吐籽的家伙。原来是个梦啊！肚子有点不对劲儿啊！我的肚子，不可能！怎么快了5公分？难道我真的要变成西瓜了？可可，你在家吗？呵呵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。因为、怎么了？呵呵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要变成西瓜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的对，我吃下去的那些西瓜籽真的会把我变成西瓜的。天哪，这怎么办？我就再也不是现在这个帅气的我了。太糟糕了。小鼹鼠，如果我变成了西瓜，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当然，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。那我们还可以一起野餐、玩游戏、讲故事吗？帮我照顾好我的竹林，还有那些我们一起种下的花儿。你现在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不舒服。小鼹鼠，西瓜需要阳光，多晒太阳，也许我就能舒服些。说的是呢。这里阳光不错。好快！在我变成西瓜之前，我想再吃一口竹笋冰淇淋。好，你等着。快回来呀，小鼹鼠。好。西瓜和和，你
你的花纹可真帅气呀、啊！你是我见过的最酷的西瓜。肚子好像不行了，不好，我要变西瓜啦！我要先去趟厕所。见过最酷的西瓜，别担心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呵呵，你要是再不吃冰淇淋，就要化了哟。要不来点三明治？快吃吧，呵呵，冰淇淋可好吃了。小鼹鼠为什么在和一个西瓜说话？别的，日落真美呀，对不对，呵呵？好美的星空啊！看，呵呵，是萤火虫。一定很美味呀、啊！原来门是向外推的。小鼹鼠，小鼹鼠，小鼹鼠！青蛙公主，这西瓜有那么特别吗？呵呵，这个适合你哦。狐狸先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它看起来一定非常美味，让我尝一尝吧。不，快放下来！怎么这么小气呢？这不就是个西瓜吗？这不是普通的西瓜，这是呵呵。你这个玩笑开得很有创意啊！把呵呵还给我！你放手，放手！对不起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不就是个西瓜吗？不会吧？难道我真的？
再见了，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呵呵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！简直莫名其妙。再见，狐狸先生。小鼹鼠，我不会变成西瓜了。为什么？呵呵呵呵。嗯。双手阳光下一起走，穿越过树林，花儿伴随着，一阵阵笑声回荡在空中，闪烁的星空，风中有你我最真诚的守候。一对好朋友拉起了双手，阳光下一起走，穿越过树林，花儿伴随着，一阵阵笑声回荡在空中，闪烁的星空，风中有你我最真诚的守候。